今日咧，我哋咧要介绍咧，我哋一定要带走嘅书嘅。咁呢啲咧就系咧关于中国文化嘅。咁陈伟君，你介绍啦。有一套系《十三经》，有一套系《廿五史》嚟嘅，仲有《文心雕龙》啦，一本好有价值嘅文学评论。钱穆嘅《国史大纲》啦，虽然未睇过，但可能拎到去美国，相信我哋都会有时间可以睇下嘅。嗯，好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仲会带金庸小说出去啦，有射雕啦，笑傲江湖啦，仲有哈利波特中英文版本啦，同埋儿童版本嘅四大名著，原著版嘅四大名著都会带走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咧上边咧就有少少书要带走啦，当然会带走啲比较贵嘅书啦，就系个后边嗰啲书啦，一本都幾百蚊嘅，係啦，仲有呢啲啦，高坤自傳啦、吳清源啦，都會帶走嘅。當然唔少得我最中意嘅書啦，而家最中意就係呢一本啦。仲有呢啲英文書啦，同埋西遊記都會帶走嘅。當然仲有呢一套書啦。